域 Mavic Air 入门教学，激活飞行器，连接电池与充电器，将电池唤醒并充满，将移动设备连接至遥控器，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电源。确保您的移动设备可正常连接至互联网。仔细阅读使用条款，为您的飞行器命名，设置您的遥感模式，默认为美国首，设置您的参数单位，首次飞行建议打开新手模式开关，确认您的激活账号以及绑定的手机号，并点击激活。以上就是 Mavic Air 的激活过程，感谢您的观看。